快点穿来了！姐，带豆瓣儿家。哎，回去了啊。慢点，这里有个婆婆。老板，我要买点盐，还有那个八角三奶的大豆瓣儿。 现在我们再把豆瓣装到坛坛头去，用生菜籽油做出来的豆瓣才有我们四川独有的味道哈。哇，好香啊！ 先把肥肉放下去，泡下油锅，然后把今天自己做的豆瓣放下去，再加青红海椒，加入生姜，加入生抽，哇塞，好香！ 最后我们再煮个家常鱼哈，锅锅火烧大点哦。对。豆瓣、泡椒、老姜、蒜子、老姜、花椒、加水，大火烧开，水开下鱼哈，放大葱、小米辣。 最后勾个芡哈，起锅。耶，又想偷嘴了啊！哎呀，自己煮点豆瓣硬是香。好吃吧？我馋鱼。是吗？那鱼也很好吃。